从采取一个舒服的姿势开始，不论是坐着或是躺着，将衣服松开，让自己尽可能舒服，双脚打开，将手自然下垂于身旁或是放在膝盖上。如果还是不舒服，那再移往更舒服的姿势。当准备好了，将你的眼睛慢慢闭上，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。当吸气时，让腹部扩张，带入新鲜空气来滋养身体，接着吐气，注意吸气吐气的韵律，但不要试着去控制它，单纯伴随着呼吸的律动。现在在你的心里，想象你站在一个漂亮的海滩上，天空超级蓝，蓬松的白云缓缓飘过，你享受着漂亮的颜色，气温不热也不冷，阳光闪耀。你闭上双眼，让温暖的阳光洗净全身，轻柔的微风拂过脸庞，完美的补足阳光。接着你转身看着广大的海洋，你听到海浪轻柔地冲刷海岸的声音，你感受到脚下坚硬的湿沙。如果你决定脱下鞋子，你会感觉到站在凉爽潮湿的沙中，或让海浪卷起洗刷过你的脚，或是你只是站在海浪的范围外。在远处你听到海鸥彼此呼叫，看到鸟儿优雅地在空中遨游。当你在这里，你发现在这里是多么的简单，或许也同时感受到放松、舒适、平静等等的感觉。接着在海岸边三个步，转身开始悠闲地沿着岸边漫步，享受海浪声、温暖的太阳和微风的呢喃。当你前进时，不要急，让步伐渐渐变轻变容易。你注意到海洋的气味，你停下来沉浸在清新的空气中，接着继续散步，享受这个地方的平静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你决定休息下来，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或是躺下，单纯的让自己享受这样的时光，你的特别地方。现在当你准备好回来时，你起身从海边舒服的悠闲的走回来，带着你放松、舒服、平静、愉快的感觉。注意到在这里是多么的简单，持续往回走，直到回到你开始散步的地方。现在停下来看看这个地方最后一眼，享受天空和海洋充满活力的色彩，轻柔的海浪声拍打着海岸，温暖的阳光，清爽的微风。
当你准备好离开这个特别的地方，带着愉快、放松、舒适、平静的感觉，你知道，只要在自己所选择的适当时间、适当地方，随时可以回来。现在回到这个房间，专注在呼吸上，吸气，吐气，多呼吸几口。当你准备好，就可以睁开眼睛了。